三二一，木头人，发生了什么？哈哈，你们也太菜了吧！第一名是我的。小王吉，你这是作弊！我没有，这是我的人物技能。哼，就算这样，你也不可能赢的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吗？这也太赖皮了吧！三二一，木头人，哦耶，我赢喽！这也太快了吧！这一次换我来装，小王子不许使用技能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冲啊！汉堡，上去吧。嗯，臭小王子，都怪你挡住我视野了。这次第一绝对是属于我奶糖的。奶糖，你放屁！第一名绝对是我毛豆的。你们当我不存在吗？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嘿嘿，小王子中招了。可恶，我明明没有动，果冻一定是针对我。切，我才没有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哎呀，都没动。再来，三二一，木头人，三二一，木头人，你们怎么走那么快？嘿嘿，果冻是抓不到我们的。哼，看我的假动作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怎么没用啊？果冻，就你三脚猫的功夫也想骗到我们？别做梦了，我就不信了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你们倒是动啊。果冻，还是放弃吧，今天我们木头人您定了。果冻，奶糖动了，你快揍他。哼，臭毛豆，你少污蔑我，这个可是新版的木头人，要是有人动了被抓捕的看到的话，会自己死亡的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嘿嘿，毛豆，我已经反超你了，第一名是我的。哼，奶糖，你少得意，不到最后一刻，第一名是谁还不一定呢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你怎么就过来了呀？小王子，快来保护我，他们要揍我了。果冻，今天没人可以救得了你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呢。切，臭奶糖，也许最后一步你动了呢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